哪个？第七运到哪个？这你都认得出来？必须的。哎，他们在休息了。哦，走。哎，行了，原地休息一下。同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老师好，我是康复班的，我们平时跟游泳队一块上康复课。 我呢比较笨，总是记不清，所以想来找个人练练手，可以吗？这是我的学生证。喂喂喂，行，我给你找一个搭档。麦思冲，你过来，其他同学解散。康复班的同学陪他练练手。昨天你是故意的吧？我。 教练，我突然想起，你们在训练我，打扰，好像不太好，要不我下次再来？没关系，我们的训练已经结束了。可是我们上课练的都是按摩，现在按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就那儿吧。愣什么神？等我请你。游泳运动员最容易伤到的就是。 肩膀的关节，其次就是膝盖，还有膝盖。我一个练游泳的怎么可能伤到膝盖？你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哎，你小心！昨天在礼堂也是，今天追到训练基地了，我警告你啊！ 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，请你理智追星。谁说我喜欢你了？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啊？记者姐姐，你就别问了，她泳镜一戴，谁都不爱。丁一，夏瑞，走了。